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87集。今天的话呢，接着遗产系列 Deluxe 等级的这个 Kickback 反冲，昆虫金刚中的其中一员。那么想当然了，之后应该也会推出它的另外两个 partner。那么这款玩具如果从盒子的后方这样看照片，我真的觉得很好看哦。这个有非常漂亮的紫色透明件。那这个家伙的话呢，我一开始是没有很期待，因为，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呢，有人说是，一趴变形啊，这个说法呢绝对是错误的啊，它是一躺变形啊，因为它是往后躺。那么它有非常巨大的两个这个，我一开始想说这是特效件吗还是什么？啊，其实并不是啊，它是两个，应该是，我也不知道是特效，应该，整特效件也是没错啦。从上方的细节来看，你看它是有一个，类似于枪还是什么，然后上方有这个光泽。那实际上它的最大的功能呢，是在虫形状态下组装在翅膀上。那平时的时候两个这样子扣啊是没有办法扣起来的。那么合喙的背后呢，它是把它扣在手部的侧边，但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武器一样啊，把它给扣在手上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可能还稍微恰当一点啊，冒出紫色光泽的这个武器。然后各位应该有没有感觉到，它这款玩具的话呢，是目前我开箱开到现在第三个，它是关节是最松的，尤其是它的这一侧的脚的这个外摆那一手啊，我感觉特别的松弛啊，应该说这整条腿相对其他地方都比较松一点点。然后我这一个反冲是有中奖的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。啊，我的这个反冲是青春期吧，还会长青春痘啊！我看了一下其他人的照片，好像是没有，就只有我的是长了青春痘了啊。那这个就各位知道一下就好，这是我运气不好的问题。然后红色的墨镜，头上的这个触角的话呢，变形的需要啊是可以往前往后动的啊。那么头部的可动呢啊挺好的，球形关节。手臂的话呢可以平举，这个地方这个也算过渡造型吧，还不赖。手臂可以360度的转动。然后后面啊，这里有个空洞，变形的时候是需要做一个翻折的啊。当然，你也要说它是有一个剑指的一个功能，其实是有点扯了啊。其实并没有那么，他们是绝对没有想那么多的。后方的话，腿是分开啊，这个造型就只是这样子了。然后内侧造型如此这般，一样有一个额头肌可以转动，腰身也是可以转的，脚前后左右踢啊没有问题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可以转到这么多。那么人形的比例呢？其实我觉得好看，然后摸起来的触感的话呢，塑胶的感觉有些不像这个地方的塑胶，跟大腿的就很明显不是同一种胶类。那么整个玩具的透明件呢，是它一个很大的卖点。这个翅膀真的我觉得是很漂亮的啊，各位可以看一下上方的这些细节，个人要给予比较高的一个分数啊，比较高的一个分数。然后它这个翅膀呢，这一侧啊，你可以看这一侧啊是有纹路的，是在内侧；外侧的话呢是光滑的面。那我不晓得我这个有没有装反，我不知道，各位可以给我留言或者是评论留一下，因为这两个装反好像不会影响吧？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有纹路的面是不是应该朝外头啊？啊，反正就是我个人的一个，当然其实也没什么关系，因为你透明件看上去其实差不多啊，只是我个人一个小小的一个疑问而已。那么这款玩具的大小尺寸的话呢，跟目前的这些玩具相比的话，好像还稍微个子还稍微小一点，但是它有很大量的透明件啊，所以我觉得也不算太糟糕。那么它的胸口啊，这里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细节啊，我个人觉得是很漂亮，以人形来说。啊，这款玩具其实这两个东西，就算没有这两个东西呢，它也其实已经很好看了。甚至这两个，我真的觉得是蛮累赘。你干脆，哎，算了，有比没有好。那这个我们就进入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，真的是一躺变形。我甚至还一度怀疑我是不是没有变好啊。那么这个枪就给各位看一下吧啊，这个有一个像是这个弹夹的这个部分，它的变形的话呢，第一个步骤我们先把头呢。啊，给翻折180度，然后后方的这一个部件呢，是要把它往上翻上去。那翻的时候，就从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凸啊，在这里，利用它的话呢，稍微推一下，
那如果推不动呢，就麻烦使用道具了啊，麻烦使用道具把这个脸给盖起来，然后呢这个翅膀的话呢就是往上折到这里，手臂的话呢就往前放下来，然后前后分开，它这里是有一个卡住，它会稍微卡一下啊，真的只是卡一下而已，然后另外一侧啊把这个手翻折啊，这个地方整个面是平的啊，这样就行了，到这边这里翻折出后肢，然后两个分开啊，前方还会稍微卡一下，一点点被卡住，然后呢膝盖往上面啊反折一个角度上去，这个脚尖往内推进去啊，我知道可能现在已经有人按耐不住了啊，准备要留言说什么啊，这样就变完了啊，哎，真的就这样变完了。然后由此一说啊，说遗产系列很多的这个变形什么可能都是直接把这个 G1 的玩具搬来用，还是只是在美型度上人形的比例上呢在做更加的美化修饰啊，这个我完全相信啊，有可能啊，我自己是没有玩过 G1 的这个反冲啊，所以不是很清楚啊，但是呢我必须要告诉各位啊，这个已经是变形完成了啊。那么以前呢我们都说啊，这个变形这种东西啊，这个先把这个装上去好了啊。这个翅膀的话呢上方啊这里两侧，你看这两侧有两个凸啊，那它是扣在哪这个侧边，在这里可能看到有这个凹槽啊，把它给扣上去啊。那我继续接着说啊，这个以前人家都说变形啊，这个铁工厂的变形是送的，现在跟这一款比起来，官方送的也是很这个礼物也是送的很大啊，这样扣上去啊，有没有很好看啊？其实是蛮帅的啊，这个某些角度啊，应该说大部分角度看起来都是挺好看的。然后武器可以扣在肚子下方啊，这个收纳我觉得合理啊，就如果他在飞行的时候俯冲下来的时候对敌人做扫荡啊，然后后面这个腿啊，你就是你可以把它张开一点，看你个人的喜欢，反正昆虫的话嘛，它是六只脚嘛，那这个两条腿，虽然我看大家好像都是摆这样子啊，那就真的躺下就变完了。哎，就造型来说呢，其实它没有说很难看啊，但是就是后半部太长，而且它就是你要说它松嘛，也不至于说很松啊，但是就是我个人是觉得还是稍微有点离谱啊，这个可是变形金刚啊，当然它这摆在桌上当个变形小物啊，拿来跟朋友介绍一下说这是变形金刚的玩具，好像也不是说不行，但是肯定有人是不能接受这种一躺变形了，一定有人不行的。那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，这个东西太难评价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人形真的很好看。那重新你又说它不对劲吗？好像也没有说很糟糕啊，但是就是这个转换的过程实在是有点小潦草，你恐怕无法在这之中享受到变形的乐趣。因为我虽然喜欢简单变形，但是你要有一点点惊喜感，那这个可以说是毫无惊喜感可言，内心深处毫无波澜的把它给讲解完了啊。那就这个家伙就买或不买就端看个人需要，而且它很可恶的是它可能三兄弟会一起出啊，那如果另外两个做的不错，那这个玩具你可能也会想说那干脆把它带回家好了啊。那不讲了半天也不知道讲什么了啊，反正就给各位拍完这一集了，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